生命电视台，精彩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世界，娑婆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只能忍耐。就好像外面太阳很大，如果你站在太阳下，你只能忍耐。那我们在这里面遮太阳、吹冷气，就像有佛法的甘露，所以佛法又叫甘露清凉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佛法的修行状态，这个状态就是身口意。我必须一直强调这个意，就心态，因为所有的烦恼就是来自于心态，不能够接受心态起心动念，而有了所谓分别心、贪嗔痴，所以你就会烦恼啊，所谓执着就是我要这个，但我绝对不要那个。有这个分别心，所以你会很痛苦。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不被境界影响啊，因为外在的境界事实上都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。就像各位现在在听我这个声音，那个声音你都知道，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刹那的存在啊。这个话讲完了，然后声音就没有了，但是我们很容易去分别这个声音里面的内容，喜欢或不喜欢，那你就会造成痛苦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凡一切存在都像声音一样，像空气一样啊，你要去了解，那这样就可以保持在一个极静的、平静的、无所分别的，这个佛教叫空性啊。因为我们往往觉得这个身体是我，那这个身体你好好的去想一下，这里面哪有我？它不过是物质的色受想行识，物质的感受的你的想法、行为、意识，它只是一个组合体，五蕴和合，这里面与我无关，也根本没有我。那是你会觉得这个身体是我，感情是我，我被你欺负了啊，
想法是我的，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。所以各位要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所以你要有智慧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看清楚这个存在。就像各位现在眼睛看到这些东西，都是暂时的存在，甚至它只能不到一天的存在啊，等一下全部就拆掉了、发掉了、吃掉了、烧掉了啊，它没有永恒存在。我想各位所谓的存在，就像你做梦看得很清楚，那事实上你都知道它是一个做梦梦境啊。事实上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些都是像做梦一样的虚幻的，就像各位看电视看电影一样。那你要时时告诉自己这个观念，而不要去执着它啊，一点都不执着。以前你看到是喜欢讨厌，现在是你看到了，你还是看到了，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，它只是一个虚幻的假的存在。慢慢慢慢一直练习，练习到哪一天你就完全超越啊！不然有时候你会太有情绪，特别是女孩子啊，先生对你好，儿子对你孝顺一点，你高兴；儿子跟先生跟你讲话比较冲一点，你心情很难过。那这个，那你就你的心太敏感了，太执着了，你会很痛苦。所以那个时候赶快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因为是我们自己心跑掉了，不是对方的对错。我们往往把这个烦恼都怪对方，你引起我烦恼，你引起我痛苦，那是自己心态不稳定的问题啊。所以那各位要经常练习，但是这个世间是你最好练习的机会。这个世间就像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一种想法，一种声音，如果你要去分别它，你会很痛苦啊。但是我们要看到真相，我们要看到它永恒不灭的佛性空性。这个花的本体也是空性，那个馒头的本体也是空性，麦克风也好，人也好，佛像也好啊，圆满的佛它就是安住在空性，所以而显现了不一样的形象。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百千亿化身观世音菩萨。所以佛菩萨是没有固定形象的，所以变化在这个世间，只是他的功德圆满啊。当他显现圆满报身功德的时候，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这个是为了度众生而显现的啊。事实上佛叫法身常住，不生不灭。这个天花板也有法身，这个花也有法，他们的本体都是无分别的啊，空性。所以佛遍一切处，麦克风里面有佛，有空性啊。所以花也好，面包也好，食物也好，人也好，动物也好，他们的本体空性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那是一切法的本来的面目，是诸法空相。那所以各位你要经常这样去读心经，然后以这个空性来看你喜欢跟讨厌的，你执着跟啊，不在乎的，你都要去看清楚它。那这个就是保持正念，也叫禅，也叫行住坐卧都不离开禅，就是就像你戴眼镜看得很清楚一样，就像你把灯打开了，不会被这个黑暗所障碍了，不会跌倒了。那佛教要我们看清楚，看清楚不但不执着它，好好的利用这个花来供养佛，各位用你的钱来供养三宝，来放生，来帮助众生。就像各位这个身体啊，本来就会生老病死变化，一下生病一下怎么样，但是它只是我们暂时运用的一个法器。所以你心里要能够很平静的接受它得癌症啊、酸啊、痛啊，因为这是身体的感觉，但是你的心不要被它卡住了。那虽然道理很简单，你要修行哦，你要经常练习。那为了要修行这个，你要有资粮，你要消业障，你要积福报。所以惭愧心啊，忏悔，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你才有这个资粮。
而且要保持精进，所以以精进的去做，而且让内心完全知道，不会被境界叫禅定。那在内心禅定的状态之内，去了解万事万物的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无自性空的，所以你就达到了般若智慧。那你有般若智慧以后，你才是真正在帮助众生啊！因为帮助众生，你要利用万事万物的变化，这个叫方便般若蜜，而且要发几个大愿，我要成佛度所有众生，而且要产生大力啊，种种的功德力，最后你才可以成就佛的智慧，叫智般若蜜。那当然，我们大乘佛教是为了成佛度众生，那这个目标各位要抓得很紧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个世间很快乐，因为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都在显现佛陀所讲的法啊，因缘果报，无自性空啊，而且能够显现佛教的修行方法，可以去修忍辱，修慈悲。所以最近我们常传送这句话，来念一下：别人对待我的是因果，我对待别人的是修行啊！各位贴在你家啊，全家互相鼓励啊！所以别人对你怎么样，那是因果，我要欢喜接受啊！啊，那因果也是一个暂时的存在，但是我对待别人呢，那我就要修行啊，要修忍辱啊，修慈悲啊，修包容啊，修原谅啊，修宽宏大量啊。那如果你会修行，那天天都有很多的因缘，很多的人事物变化让你修行啊，这个叫念一下众生忍，所有众生对待你的方法都不一样，这个男人要勾引你，那个女人要骂你啊，好好坏坏的，但是你都要平静的接受，叫众生忍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，一个业报的升起而已。所以再来法忍，什么叫法？不是人的，天气的，变化的，生老病死的，凡是存在的都是无常无我，所以你对这个你也要接受啊，而且去看到它的本体。所以你这两个都能够从接受到了解到放下，那你就安住了，进一步对它慈悲啊。所以无生法忍而产生大慈大悲的力量，这就是佛教的修行，悲智双运啊，在一个无分别的一种自在的状态，却显现大慈大悲，千手千眼，用各种方法去帮助对方得到暂时的快乐。比如说他没钱，你给他钱，那给他钱不就近啊？但是你要给他钱啊，给他暂时的安乐，进一步告诉他佛法的意义。真正的有钱没钱，不是外在的金钱，是你内心。你的内心如果有空性悲心，慈悲是财富啊，空性是自在啊。你先要给他钱，就像我们帮助这些恶鬼道，帮助动物道，那我们先用钱救他的命，给他食物吃。再来啦，等一下各位要念仪轨，给他撒大悲咒的甘露，给他忏悔皈依持咒，带着他发菩提心，愿他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整套的佛教的圆满的仪轨，来帮助这些有形无形众生。所以那当然你一定要先给他结善缘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学习称赞别人，称赞别人啊。然后如果要讲对方的缺点呢、啊，你不能直接讲啊，你要修到哪一天来问你，你看我如何？就像一个病人跑到医生面前，医生啊，告诉我哪里生病，那时候医生来跟他讲，哪有医生站在十字路口，来来来，你得癌症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子宫有问题啊，所以不能跟他讲这个的。但是往往各位你都很喜欢啊，很喜欢把对方找来念念念念念念，这样啊，打个电话念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好厉害啊，一直想要错，每天都在对对错错。所以问题是，今天你要让对方从你身上看到他的缺点，本身你要是一个反光体，你要自己很清净又亮亮的，让对方愿意
啊，接受你的教导。就像各位今天各位来参加法会，就是对了，我要来被法师念的，我还敢念啊。所以当然了，各位平常如果你觉得你有困扰，你就跪在佛的面前，佛像面前，哦，或是拿着佛经，请佛菩萨加持你，用佛的圆满的中道的思想啊，圆满的大悲心来衡量你自己。所以你读经典就是佛在跟你说，你念佛呢就佛在加持你，但是你要把自己全然的完全的交给佛陀啊，依佛为师，依教奉行，你要如此。如果佛教你不要生气，你还要生气，我没法多，对不对？佛教你不要嫉妒，你要嫉妒；佛教你不要担忧，你要担忧。啊，佛陀说你现在就好好念佛，但是你会问我说，佛陀哪有跟我说？我告诉你，全然放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进入你的意识里面，告诉你，不可思议，你会有感觉，你会有一个力量告诉你。你会知道，哎，对，我不应该生气，我不应该为这个事情伤心，这个叫佛力加持，佛不可能舍弃你啊！你也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又没神通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太相信你自己了，你一直烦恼，你一直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不虔诚的跪在那边跟佛点一支香，供养佛，把你的问题跟佛陀说了 ，OK 了，100%。所以诸佛菩萨不舍弃众生，100%。所以各位都知道了，波斯匿国王的丑女儿被关在地下室里面，很丑，那国王都不敢让他看到外面的人。但是他以前会怨，后来有一天他想一想，这不能，我不能一直怪我父母啊，如何如何，他有一天就跪在那边，愿本师释迦牟尼佛加持我，愿本师释迦牟尼佛加持我。哎，佛就现前了，他黑暗的房间里面就有一个亮亮的，原来是佛的头啊！他一直念的时候，佛就看到他从地上打开，看到他的头，头慢慢起来，看到他的头发，看到他的眼睛，看到他的鼻子，看到佛陀整个脸。各位，你知道什么？当他看到佛的头发，他的头发就变得很庄严；当他看到佛的眼睛，他眼睛就变很庄严；当他看到佛的皮肤，他皮肤就很庄严。所以这个丑公主随着他虔诚念佛，他就变成佛的庄严。后来等他整个一直在祈求的时候，他发觉整个都变了。那个时候他老公回来了，为什么？他老公被灌醉啊，因为她老公是驸马爷呢，娶了波斯匿国王的公主，这个公主大概太漂亮了，都藏在家里，他们就故意把她灌醉，偷她的钥匙，然后呢，这30个人就来偷看看公主长得什么样。等她整个都变成一个大庄严的时候，门一打开，整个房间是亮的，这些人呢，差一点跪下来，哇，公主如天上的神这么美哦，怪不得，哎呀。驸马也不让人家看到他公主，谁不会爱上他呢？各位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公主的虔诚，对佛陀的虔诚的依止跟忏悔，不但改变了自己，也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啊，让波斯匿国王、让他的驸马也让他家里人都不可思议。原来念佛、依止佛，佛没有不理我们的，佛遍一切处。你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，念地藏王菩萨。所以大乘佛教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内心烦恼脆弱啊，痛苦包括死亡的时候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啊，南无文殊菩萨，你喜欢念哪一尊都没，但是你要绝对的相信佛遍一切处啊。佛陀他不是说他现在在灵鹫山，没有在我们这边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经典有太多太多，点一支香供养佛，佛就来了，这是100%的。所以你合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来了。只是我们的凡夫，我们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你要用心，这个叫观啊，观。所以各位，你在拜佛念佛诵经，你在诵地藏经，地藏菩萨、地藏海会佛菩萨都坐在你面前，你很认真，他就全部都在加持你。你会发觉你这个时候很专心，而且怎么都看得懂，
好像进入了地藏法会，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地藏法会，那这个叫地藏三昧，你已经进入地藏经的，因为你很专心。所以我们很喜欢啊，在念经之前先忏悔啊，像早上一样供养啊，然后呢，就像各位，你把八关斋戒守好了，很认真哦，你时时刻刻都在佛的加持，所以先忏悔供养受八关斋戒，再来修行，那个加持力不可思议，当下就在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功德不是以后才享受啊，当下你就在这种福慧圆满的状态。那这样各位哦，每天经常找时间安住在这种法喜充满大慈大悲的心态哦，所以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更要念佛，你变成不会恨他，你只想要帮助他啊，但是你要专心的念佛，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来处理事情，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很没有智慧的，邪见的，不慈悲的，孤傲的，不能再用，我要全然的身口意，特别是心态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的48大愿，药师佛的12大愿啊，释迦佛的500大愿，你最好了解一下，然后呢，我要按照佛的这样愿力，因为我念佛，佛的愿力就展现在我身上，我要用这个佛的愿力去面对这个小偷，这个强奸我女儿的人，这个要伤害我的人，哪怕他在哪里。那就像各位，我们很喜欢按照佛的教戒慈悲放生，但是放生还是有很多人会批评你啊，你不要生气，放生的功德特别回向给他，为他念佛，佛会引导他的佛性，不然别人在批评你放生的时候你还造口业了，那你还浪费了啊！所以只是对方不知道而已。好，那各位这样了解了，也希望我们受戒以后所发的愿，那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众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也得到你所供养他的功德，希望他们将来成佛。那对自己而言呢，是希望各位保持在修行的状态啊，不要堕落第一轨道畜生道，当我们还没有证得空性不退转的时候，不能堕落三途八难，当你已经证得空性不退转，或是所谓从西方极乐世界再来，那你要去地狱，你要去非洲度众生都没有问题，因为你不会退转了，你耐得起孤独了啊。所以如果你要发愿，希望我保持在这个状态，这里面还有第二个愿非常重要，不管别人如何伤害我，我都不会怪他啊，我还要承受对方所造的恶业，我还要积极的把我所有的善业回向给对方，希望对方将来成佛，变成一个不会吃醋、不会恨、不会抱怨的人，这个才叫菩萨，好不好？你要发愿哦，你说我做不到，你放心，你持戒发愿你就会做得到啊。回去你说老公我原谅你，过去现在未来我都原谅你啊，我不会怪你，我就是希望你成佛啊，所以你就会引导他，搞不好你老公就比你还认真，哇，这么谁这么伟大把我老婆改成这样子了，他赶快去看释迦牟尼佛传，看完他就跑去出家了啊，谁这么伟大把我老婆给改变了啊，所以他本来很担心的事情，所以我想各位，佛法不可思议啊，你也自己要感应到，所以你放心，就像我常跟各位说的，我妈妈得癌症，我看地藏经发愿，我妈妈就好起来，27、28年到了往生没有癌症，我大哥天天跟我说妈妈可能会癌症，妈妈可能，他每天都在检查他有没有癌症，你看我都差一点昏倒了，呵呵，检查我妈妈有没有癌症，没事就给她带进医院去抽血，抽血，可怜的妈妈啊！因为我大哥实在太爱我妈妈了，没事把她当作癌症的来看，因为她自己也得癌症，所以她就想我妈妈一定会得癌症啊，所以这是一种执着的爱。那事实上我自己都想，我跟我大哥说我妈妈不会得癌症，除非我还俗，我退转，因为我是为我妈妈发这个愿而出家了，只要我这个愿还在，妈妈不可能得癌症，你放心啊，倒是大哥你得癌症要小心了
啊，但是我大哥得癌症，我也教他佛法忏悔啊，拜一遍三昧水忏啊，吃素啊，癌症就 OK 了。所以各位，以后你得癌症不用怕，癌症也是空性，可以改变的。佛教讲是诸法空相，一切都变化无常的，哪有不能改变的？找到方法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热水可以变冰块，这没问题的。所以佛法不可思议，所以你发愿一定能够满愿。你爱生气，你会恨人，你只要敢发愿，愿意发愿啊，所以这个愿也是一种戒律。过去你邪淫，你很想谈感情，你对不起你先生或太太啊，如何如何，你有这个情债债主，但是你手抱万债戒，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不追逐感情啊，愿我生生世世看到我的人都升起一个清净心、悲心、虔诚心，愿我看到别人也都看到他的佛性。你可以自己发愿，一手八万斋戒的功德，让别人看到你，让你看到别人都能够升起一个正确的念头。所以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所有功德惠施彼人，这个连这个伤害你的人，使成无上正真之道，都让他们成佛吧啊。而且呢，他这一辈子往生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或是兜率内缘，将来可以参加龙华三会，将来可以从极乐世界再来做菩萨，广度众生，让这个世界的人都可以成佛。所以你要对这些物命，这些要放生的物命，这些无形的众生，对自己，而且你不断的发这个愿，你就会有一个力量，我们叫大愿波罗蜜，大力波罗蜜。凡是看到你的人，像我现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我每次走来走去，突然有人，师父阿弥陀佛，哎呦，你看到我还念阿弥陀佛来，啊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功德啊！所以各位，有机会就出家吧，你都不用讲话，你就坐在那边看到阿弥陀佛，啊，看到你就念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可以利益众生啊！所以我想，有因缘就出家，出家也没有说几岁啊，只要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。还能够来拜佛就可以出家了。大家认真的修行，不要每天在家里纷纷扰扰，纷纷扰扰几时了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能够出家就，那出家要放下，你不要出家还管你儿子要结婚，女儿要嫁给谁，这干你屁事，你还管那么多。那有些人就是出半家要干涉别人，出家你要全然接受，哎呀，这不是我儿子，这所有男生都是我儿子，所有女人都是我的女儿，所有老人都是我爸爸妈妈，我要关心的是这个了，啊，你不能执着那一个点。那各位现在就要开始练习，慢慢放下。你希望你妈妈健康，当然你除了尽力照顾她，多修功德回向给世界上所有老人，都不要生病，也用你妈妈的名字去照顾老人，去布施药。这个是最好孝顺妈妈的方法，但是不要担心，不要放不下。你越放不下这个功德，你妈妈越得不到；你越执着这个感情，对方越得不到你的福报。这一点要一定要记住。所以我很爱我妈妈，但是我越爱我妈妈好，我就要越放下，她才可以得到我所有的功德，了解吗？我越执着她，反而会伤害她。这感情牵扯啊，就让她完全接受不了你的功德。所以在这一点，那你越想要展现你的功德，帮助对方，回向对方，那你越要自己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保持在佛的心态，用佛的心态是超越我这最好的方法。好，那各位这样了解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虔诚来发愿，也当作念放生仪轨一样。59页，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三皈依五戒。哦，各位还没有受五戒啊？哎，我们现在传一下来。早上我们念完三皈依，现在我们要传授五戒。我念过吗？没有。哎，请大家起立，免得打瞌睡。起立，念一念。那当然，希望各位五戒都熟啊。而且各位用菩提心来受五戒。什么叫菩提心呢？不是这一辈子受五戒，愿我尽未来世都不杀生，从不杀生为消极，进一步吃素放生，守护所有生命，这样啊，尽未来际不偷盗，
我要劝大家都不要偷盗，劝大家不偷盗还要多布施，再以此功德回向无上菩提，你将来就成为富贵自在，利益众生，你就可以像比尔盖茨一样，要钱吗？给你10亿美金，要钱吗？给你20亿美金，啊，来帮助啊，你就可以这样子的金钱自在去利益众生。除了自己不邪淫，啊，也劝人家也弘扬不邪淫，进一步不淫欲，进一步把这个淫欲的变成一种圆满的大悲心。好，所以各位三宝弟子学佛大慈大悲，爱护所有生命，所以各位发愿，从现在到近未来际，绝对不要直接或间接伤害任何生命，啊，特别是杀生。所以各位不要加入战争，不要加入对立，啊，我看到马来西亚一直在，我以为我那天去怡保，哇，我那么烟供做那么大，啪啪啪，然后师父不是烟供，在撒那个什么蚊子的烟雾啊，啊，我说哇，这边烟供做蛮大的，啊，所以他们在杀蚊子，天哪，啊。你知道赶快回向吧。所以各位尽行受乃是发愿，尽未来际不杀生，我都要念能持佛，你喊能持好不好啊？啊，这样改变你的杀业啊，包括你过去有堕胎，今天你知道错了，我今天妈妈尽未来际都不会堕胎了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胎儿，对不对？过去会所杀掉的小生命都可以得到超度了。所以各位不杀生的戒律能不能持？啊，大声一点啊，让外面的鱼听到，跳起来，他们都不会杀我啦。所以来，敬畏来即不杀生的戒律能不能持？啊，太好，这样还有精神嘛。你要对整个世界要讲这个事情啊。啊，第二条，绝对不偷盗他人的财产。各位做生意人啊，也不要逃漏税。你逃漏税，你在这个国家永远没福报。下辈子要投胎在这个国家，你就很惨，啊，你连海关过关他都不让你过，因为你伤害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啊。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们自己都在布施的，我们哪里敢逃漏税啊？站在菩萨道也不逃漏税，也不讨价还价，做什么事情尽量不二价，货真价实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第二条，尽行受乃至尽未来际不偷盗，不偷盗的戒律。能持佛，哦，全世界都不怕你了，你不是小偷了，你不会骗我钱了，国家也保护你了，所以做一个善良的人，这样你就没有这些障碍，金钱的障碍。第三条，不邪淫，啊，一个男人要正，啊，正，女人也要正，既然结婚了，忠于对方，没有结婚，还不能跟对方有性行为啊，对不对？要尊敬对方，不要去侮辱对方。哎，不要去随便勾引对方，伤害对方。有些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啊，然后呢，看到男人多看她两眼，好爽。啊，这个也是一种骄傲啊。你看我身材不错，你看我皮肤不错，这种骄傲是非常损福报的。当你长得蛮漂亮、蛮性感，你要有惭愧心。哎呀，这个男人看到我都起心动念了，真丢脸了。啊，你要有这个想法。你要像我们这样穿长袖的，哪里敢露出来的？啊，现在女生变了，来拜我的时候穿那个穿这样的，穿那样的拜，我以为我在海水浴场，啊，我都头看前面，天啊，这样，啊，因为这个不好，非常的没有水准，了解吗？啊，因为佛教嘛，像各位穿个黑海青嘛，全身都给包起来，下回我们要学回教，通通包下来。啊，要有惭愧心，所以不邪淫啊，至少这个传宗接代是没办法，但不是慢慢你手包完再戒的，不要执着这个情啊欲啊，你才会快乐啊。女人之所以做女人，就多情苦啊啊。所以第三条，各位尽行受乃至发愿，尽未来际不邪淫，不邪淫的戒律能持佛。像我已经发愿了，尽未来际直至成佛，断男女情。男女情谊不要来找我，我也不会找你，因为我不这样发愿啊，那生生世世我就会堕落在那个福报里面。因为我们有修行，然后你就会福报很大，那一福报很大，造业就很大了。第四条，不妄语，因为佛陀
讲经说法、念佛持咒，多么庄严好听啊！啊，佛陀讲话，全世界都在听啊，不用麦克风啊。佛陀讲话的时候，所有人永远都记得啊，啊，永远不会忘，不用背的。所以佛陀有这个功德力啊，所以那我们也要守护我们的口业，让我们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劝人学佛有力量啊。所以第四条，进行受乃至发愿，敬畏来际，不妄语，心里要想的当愿众生，把自己不妄语的功德回向给所有众生，当愿众生都有佛陀的口业清净。所以不妄语的戒律，能持佛。例如不饮酒，要保持一个细心冷静的敏捷的啊，能够保持正念的智慧。喝酒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升起，很容易放逸，也很容易啊发作，自己抓不了自己的心态啊，所以不要去喝酒、吸毒、抽烟。所以第五条，进行受乃至发愿敬畏来际，不饮酒，不饮酒的戒律，能持佛。哦，这个世界一直放光，我们持戒是对整个世界的保障跟布施啊。第五条、第六条最好各位能够受了。我觉得槟城素食店越来越多呢，啊，不错不错，这是我们的福报。不要吃肉，那不吃肉呢，也不能吃鸡蛋、鸭蛋。母鸡痛不痛苦啊？苦啊，母鸡太痛苦了啊！各位不要少喝牛奶，最好不要喝牛奶。母牛太痛苦了，小牛被干掉、被杀掉，对不对？母牛天天被强奸，啊，用人工受精，它本来可以活二十年，它大概四年就这只母牛就送去屠宰场烧掉，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很可怜，很可怜的。所以我们尽量救这些乳牛啊，你永远不会有乳癌啊，也没有子宫的问题啊。所以不要吃肉啊，不要吃鸡鸭蛋。所以各位敬畏来际，乃至发愿，不吃肉，不吃肉的戒律，能不能持？稳训。好，功德无量，大家请坐啊。今天你受一条戒啊，你就不容易堕落三恶道，有升天的福报。何况你受两条、受三条，而且过去人家倒一杯水给你喝是一杯水，现在倒一杯水给你变成几万倍，因为你有持戒的功德。这个所有法界的生命你都不会伤害他，你看你福报功德大不大，是一个被法界众生尊敬的人啊。就像我们把一滴水啊能够融入整个世界啊，所以泰国佛教很喜欢把水倒在地上啊，所完的功德啊叫滴水功德倒出去，那这样这个水会融入到海底缝里面蒸发到世界，等于整个世界都有你的功德啊，这样你累劫累世父母祖先也都可以得到你的功德而得到超度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念一句阿弥陀佛很简单，但是对其他的法界众生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他的救命丹。如果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让地狱道听到，地狱道的众生都变净土了，因为佛力无边啊。所以各位念佛的时候要观想，我为地狱道念阿弥陀佛，我为所有恶鬼道念阿弥陀佛，我为所有动物道念阿弥陀佛。所以一开始祈请阿弥陀佛了，你变成阿弥陀佛，或者阿弥陀佛在空中，然后我们去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十方诸佛都一起在念阿弥陀佛，都变成阿弥陀佛，百千万亿阿弥陀佛的功德跟力量，那就接下来就换你慈悲观想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地狱，地狱，地狱，十八层大中小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，他们都坐着莲花超度了，哦，然后呢变成恶鬼道三十六不鬼，包括世间的孤魂野鬼、堕胎胎儿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哦，他们都变阿弥陀佛，所以要用这种慈悲心，愿他们成佛的菩提心，完全认真无我的空性，在念阿弥陀佛，你会觉得生命太快乐，生命太有意义了，啊，那你眼前所看到的人事物，都是你结善缘的，啊，去他身上布施啊，称赞他，帮助他，进一步呢，引导他也懂得信因果念佛啊，所以各位要变成一个热忱积极的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吉隆坡也成立了慈悲协会，顺便希望大家做会员，不用交钱，交你的心就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帮助老人啊、孤儿院啊、家庭啊、左右啊，至少从你家开始，让你的家人成为你是
知道你是一个慈悲心的人。啊，如果儿子知道妈妈是个慈悲心的人，儿子很快乐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太知道先生是个慈悲心的人，太太很有光荣了，他会学习。所以大乘佛教的精髓就是慈悲，那慈悲来自于平等，众生都是父母，众生将来都可成佛。那你去实践慈悲，那就是你开悟最快的，也是成佛最快的方法。那既然讲我们是慈悲心，那我们慈悲协会要干嘛呢？所有这个社会上需要慈悲的都是我们的工作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加入，你会电脑，你会用网络，把它翻成很好的英文，就把这些慈悲的法语、慈悲的行为，透过网络，透过行为，去老人院、去孤儿院、去海边，啊，送慈悲便当，办慈悲法会，为狗皈依啦，大家啊愿意的去红牧区啦，去屠宰场啊，所以包括我们在放生，包括我们今天法会也是为了慈悲，大家再来共修法会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。所以佛法的功德是无求自来，你发起了一个慈悲心，那你自然就有世间所有福报，你不用求。就像佛陀说，你没有发起慈悲心来受八关斋戒，就可以有60万世的福报啊，来世升天做皇帝，相好庄严。那何况你用慈悲心、菩提心来修福报，因为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就像你去做坏事，你从来不会告诉自己说我做坏事一定会下地狱，那你就不会做了，你就是不知道做坏事会下地狱，但是这个业报是避免不掉的。同样各位，你用慈悲心啊去做善事，这个善业也跑不掉的，只是我们不执着，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法界众生。所以那我们昨天几个理事都开会了，那我今天要在这边宣布啊，希望大家加入这个慈悲协会。它呢没有范围，我们不是要盖自己的道场，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啊。那这个道场是自然随顺因缘，我们目的呢是要去慈悲，所以各位要花一点时间来慈悲啊。所以要把它做得比较健全，财务绝对公开啊，任何事情都不要有自私的利益，但是呢这个社会要帮忙的事情大家要努力去做啊！几个人认养一个老人院，多去老人院关怀，然后呢多带更多人去老人院关怀，不是光给他钱，老人要的是给人家爱，对不对？不分宗教的，今天他是马来人，那我们就去讲马来话就好了啊！我们不要去谈佛教，我们要给他爱跟关怀，给他送面包啊，马来糕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做他喜欢的，所以我想太多事情要做，所以希望有各方面的人才，各方面你会主持节目哦，你会学法器，所以现在有希望有更多人来学法器助念啊，大家念阿弥陀经啊。所以我们在台湾是设定了将近40项的工作，包括监狱啊，包括学校啊，学校的弘法，所以要培养很多人才。老师你会讲故事，道德的故事，孝顺的故事。那我们这边有很多华人学校，对不对？华人学校，那你们去跟他们讲课，送给他们漫画啊，也孝顺的这些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槟城是个国际都市，而且槟城是个华人特别多的地方，那我们必须把佛教的这种慈悲展现出来。那希望大家共同参与。那我自己也会加入在这里面，那我们大家互相连线啊，每个地方都有慈悲协会，我们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每个地方都成立了，大家都很积极，因为现在有这个网络啊、微信啊，我们互相做什么事情都放在上面，然后大家就共享这个善业，把这个善业来回向，互相助念啊，互相帮忙，互相鼓励，用各种的方法，所以大家都来参加慈悲协会好不好？资格就是想要学慈悲心的人就好了啊，有钱没钱都无所谓，然后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善心，那这样来也回向，希望大家的慈悲心增长，而且变成一个慈悲心的结合，一起去产生慈悲心的行动啊，反正慈悲的我们都要做，不分哪里。所以第9、61页劝属回向，
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汝等今已受八戒一发大愿，其受持一日一夜，虽为甚易，然奉行一日一夜，实为甚难。各位不可于刹那请其世俗想法，亦不可于刹那请其懈怠心。当勤修六念，谨护八支，恶业烦恼习气自然除灭。各位，你相信这句话，你好好的修行，好好的发心，恶业烦恼习气自然就不见了，癌细胞不见了，不用打针，不用吃药。更重要的，纯善本心自然开朗，纯洁善良的慈悲佛性菩提心自然就升起。哦，太殊胜了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出世正因由之成就，解脱轮回往生净土啊，由之成就。文殊问经云：世间菩萨八戒者是。如果我们用一个悲心菩提心守八关斋戒，整个世界因为我们而改变，没有车祸，没有水灾啊！所以希望大家发菩提心了、虽然你是在家人，在家人发菩提心又守八关斋戒，那叫世间菩萨，所以就可以净化这个世间。这个世间有它的业，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后来全部都要被杀掉了，佛陀沉默的回向，坐在路边，阿世世王看他三遍都退了，第三遍还是把释迦族给杀了啊！但是佛陀尽力了，佛陀没有去说阿世世王错啊，所以并没有去讲琉璃王，但是佛陀改变了。但是因为这样，所有被杀掉的都升天了，因为他们对佛陀升起信心，升天了啊！所以各位，你只要好好持戒，回向给他们就可以。出胎经云：八关斋戒者，诸佛父母也。你要成佛必须受八关斋戒，所以我也希望慈悲协会不要因为我们来了才来受戒啊，希望大家以后随便借个场所啦，寺庙每个月初一十五，我们现在会用电视，每一个协会都摆一个大大的电视，今天一样，今天也是网络直播，生命电视台直播，很多人在家里受戒啊，所以我在这边讲错话啊，我的电脑就传了，师父你刚刚说什么啊？什么叫一字不一事，那个事是什么事，我马上回答啊，意思说大家都在受戒，所以我想各位以后我们会宣布，然后呢至少初一十五各位要看电视了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共享这个功德，来净化整个世界。所以因为八关斋戒功德太大，成佛的基本，诸佛父母也啊。萨婆多论云：若作阎浮提王，以阎浮提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于中自在，虽有如是功德，以八关斋功德分作十六分。阎浮提王这个对老百姓的大布施，给他们一辈子都不要花钱的，有房子用钱用不完的功德，不能超过我们八关斋戒功德十六分，不及一分。所以各位，你老公也在谈政治了，你赶快守八关斋戒啊，哪一个上哪一个下，你守八关斋戒回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你法力无边啊，啊，往往人都有一个执持，这个对那个不对，这个要那个不要，大家都在对立的状态。世间法本来就纷纷扰扰，那是我们好好的守八关斋戒回向我们的国家社会，它就会朝好的方向。所以各位不要担心，只要有悲心，不要计较啊，不要用心机，不要怕。很多人怕我的钱被骗了，我都是说我怕我穷啊，这些你要放下，放下，你要完全的按照佛法啊，不要按照自己的过去的想法。有些人执着钱，有些人执着感情，有些人执着那个，有些人执着那个，那个都是不好的习气啊，你要完全的相信佛法的力量。所以所谓最后清净八戒斋也，各位如今已得如是功德，当增进护护，勿吝毁损，要好好的持戒。菩萨论云：受八戒者名为净住。各位现在已经像阿罗汉一样，这是很简单了、没有贪嗔痴的，保持平静哦，就没有轮回啊，就没有起心动念了、这叫接近阿罗汉的功德。但是不是佛教的意义啊，佛教的意义是要让大家成佛，所以又名长养。那虽然要成佛也要有这种基本心，是不离开极净处的心，就像阿罗汉的心是空性的啊，进一步广修功德
才不会浪费生命。又名长养，所以我们长养种种的善根啊，以不贪嗔痴悲心的去点灯、供花、放生、念佛、供生、回向，大家广修功德，令其增多故。所以汝等仅今已得进阿罗汉住，得到了解脱的功德，又能增长善根功德故，各位用慈悲心、菩提心广修功德，那你站在八关斋戒中品中心极乐世界，我们发起悲心、菩提心，那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就可以上品往生极乐世界啊！所以各位你就安心了，然后再来又趁这一辈子后半辈子好好的广修功德，让自己广结善缘，自己又能够上品上品极乐，找得趁愿再来广度众生。那为了趁愿再来度众生，各位现在要把缘分要结好，不然你将来就算从那极乐世界来啊，没人给你度啊，是吧？你现在要多放生，多结善缘，老人院、孤儿院放生、烟供施食，特别马来西亚，我建议大家多撒一些饲料。我现在要在马来西亚成立饲料工厂，做的都是纯素的，又很香的。啊，我们加了很多海苔，连流浪狗都来抢走了，鸟也抢走了，水陆空都喜欢吃啊。然后就布施在大海里面，布施给鸟吃，做烟供也可以撒一点，人肚子饿也可以咬一咬，啊，因为它是食物做的嘛，又有营养，然后呢，也要大量的做，免费烟供香，好不好啊？免费最好是免费，有买卖就不好，对不对？免费是大家布施布施，多少钱我们就做多少，送送送多少，啊，买卖的是自己想办法，啊，但是我们做免费。有甘露丸法师加持了，点即解脱，念都不用念，他点都解脱了。做烟供香，做药香，做酥油灯，广送送给别人，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。所以各位能够增长善根功德故，当生庆幸，如法奉行。各位要回答了，汝等果能如法奉行佛。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我觉得这是我选双打的原因，有一个人可以在背后去做支撑，那遇到的所有问题只能依靠对方一起度过这难关。就像我这次打奥运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就是你尽量去冲，后面有我们是一起去面对问题，而不是孤军奋战的感觉。就像防疫一样吗？对，就跟防疫一样。接种疫苗，提升防御力。出门戴口罩，保护自己与他人。保持室内1.5公尺、户外1公尺社交距离。肥皂勤洗手，内外夹攻大力丸。落实防疫基本功，一起为台湾拿下防疫金牌。台湾加油！
原赛可以放松了吗？当然不行，就跟防疫一样。哦，这人，把他这公家就来到红岗的了，俺们说抓到。说俺们这边的红岗在干的这公家就给来打，干的是另外的呢。就咱们这公家就给来打，从俺这里的，就把这金属股冲杀了的，就啦，就啦炸了，炸了上农药的，这里对外这里的，这对别技能中头的汤巴石油的。来他们那种疙瘩，红他们的汤卡匆匆去那里了。因为这个他们这种感觉，来大的人们都会了。这当地那个感觉就不嘛人的红场的这里重大起步要嘞，这里的了说他伤心伤哈孙两村个要嘞，一个村一说他人那里一说他蓝山啊，刘三姐和胖子，一两别的孙子，他们今年没去，对他他，对了，别的故事我们，别的故事呢，这里，别的故事在了这里，秋哥，龙哥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红的出个，你妈是龙哥，那娃子出个什么？这样成为了，人家说他个干的呢，过去是两成为了，人家说他个干的，过去是中国的，红三姐，你妈出那娃子女儿子，这样成为了，这两上那个干的呢，早娃生的，早娃生的呢。后喇嘛，你妈也当，大王看着我去，早说你要存回来，这个高僧不等于这里，红诸葛，一马龙葛，大诸葛的高僧，早僧、初僧到那，这南娘子那个干的也南这个僧，他进得了，让别人把他们的顶着给做回来，这里地位呢，这里地位低的，这里在大金滩呢，同桌的家有的，上级给干的干的，出了路不多的，送到人同桌的，伢呢，这里地，女娃子怕用土有的，上级干的呢，干的种的贫农送了的呢，送的那个李建通，干把同事送的就把那官方把村落很多的送送，等于干把同事送的就把拿了，等于这个上级就官方，掏出药来，这掏了大了，这里，弄了这里，也说他了，让伤心，伤伤啊，这什么的呢？这上级官方掏过来，这东西，你把这里，让哪个朋友弟在中国药来，这样呢？哦，红党的同志的呢，三级广告套出药了一点呢，两点，这个东西用过药了嘛的，对的，三级个用的屏幕的样看的这里，用的这里，让三出个让个小个这里手机上的三级也药的，这里这个手机他们写个萝卜肉都把都挂在大松了，那三级广告里头来了这里，这个用的屏幕的。土著人比较起不了的，特别是这里，他的他了，种的家了，那是贫农的把的，种的可多不了的，多的把的，这里是他，说他拿什么篮子来把他顶呢？那他都上街狂跑，他把这多不了的，这些人，我不，需要引起。生活自如。